来到山了。干了，干会地，乾坤的乾呢，反正这里念干，干会地。现在已经发明，那个光有光就能上网了，比那个5G 的手机刷速度还要快10倍了。中国大陆的新的发明，2021年7月份在网络影片看到的呢，这么厉害啊！有光就能上网了。天界的天人讲话都是用光的，天界的天神讲话都是用发光的。那人间也能够用有光就能上网，这传知讯好厉害。现在最快的5G 就第五代的。手机还要快10倍啊，厉害了！因为已经八卦发明了电脑，1988年还有第一个出现电脑病毒，现在2021年，中国大陆说发明有光就能上网，比现在最快的5G 的速度还要快，还要10倍快，这么厉害啊！从佛经知道天界的天人，天人沟通要用发光的，不必开口说用发光的就好，光就有光就能上网，能传播资讯，好厉害啊！地雷互灌，地雷互灌，连出太攻击，产生啊，连贯，地则连，连贯。你看那个阳要慢慢的往上增加，太来天真半衰，地天太贯。你们看到那个阳爻从最低，然后增加到倒数第二，然后增加到第三，前三年为天，坤六段为地，地天太过。从地雷户到
地折令，哦，地天泰，地天泰对。地狱游记，海中圣贤堂出的吗？网路搜寻。网路有文章。有清口的归空到弥勒内院了，没有清口的一般都在外院，外院还有男女欲望，内院弥勒内院就没有男女的欲望了。所以修行的饮食，针对饮食男女啊，饮食的方面就是要 吃素了，男女的部分就是要清修，要断饮了。你看没有男女的欲望就在那个进入弥勒内院，那要清口，清口吃素修行，将来到弥勒内院了。所以要寡欲，然后到那个做点传师的，像花一族做点传师的，都要立清修院了。清修就没有男女欲望，要断饮了。修行需要什么？因为饮食男女的欲望是人类最大的欲望，所以戒杀生吃动物肉，不跟众生结恶缘，要吃素清口，立清口愿。然后男女的欲望的部分就是要清修，要寡欲啊，不然就是清修。做点传师的就要花一崇德单位的做点传师的，就是要立清修院。做人才做讲师的，设佛堂的做堂主的，都要吃素清口，立清口院的了。然后做点传师要立清修院，清修就有的时候不结婚，有的时候断男女欲望，断男女淫欲的，要立清修院的。花一从德单位做点传师的，就要断男女的淫欲，立清修院。
一说到螺旋了，前前人一说到螺旋。哦，我是机人。乾乾坤的乾呢，反正在这里是念干。成前人呢、啊，一说大罗仙的事迹啊，修道多么的辛苦啊！你看，哦，修道的过程多么的辛苦啊，遇到关考，你看，那个古照前显修道的诚心呢、啊。这有排编号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在这里，二在这里，二在这里。哦，从前人就像那六祖，他是砍柴的呢，砍柴的呢，很辛苦的呢。砍柴哎，砍柴磨生了，很辛苦哎。一二三排，来到三了。求道以后就吃素了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那个善根了哈。那来试哦，一二三来试，按照顺序排。你看呢，遇到关考，多么的辛苦啊！遇到关考。啊，第五啊，第五章了。你看第五章了。成前人的修道的事迹啊，
监狱役和单位成全人的事迹啊，修行过程多么辛苦。到第六啊，你看求化忌，求的道六，在不在劫中啊，在道中就不在劫数中了。先拿天板挂号在地府处理，刚刚有录了。这个是大字呢，大字啊，怎么写成这个样子啊？大小的大了，大字，大陆的大，怎么写成那个样子啊？怎么勾了勾成这个样子？大小的大才对。看，总共有七张，你看。经历以后，单位成全人了哈，归公后被老母封为一手大罗仙，一手手王，手人那个手，一手大罗仙哦，你看修道事迹哈，修办道事迹写七章了，不简单了，求道后就要吃素的。慧根啊，很有慧根啊，一到关口不退志啊，很有根气啊，然后到证明代表哦，来这证明代表会主席啊，帮忙协调，然后到警察局啊，把那出关口被抓的前线啊，帮忙协调放出来哦，以前一到关考啊，被那个严刑拷打呢，很辛苦的呢，被揍被打呢，被伤害呢，很辛苦的。以前的关考，他仍然不退的，你看不退志啊，真不简单啊。现在人被骂一下，被讲一下，被说一下，就离开道场了。以前的出了关口被打被骂被揍被伤害，哪成内伤重伤，他还不退啊，还不会离开道场啊，还真不简单啊。大智慧大根气啊，有智慧有眼光啊，知道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啊，求道修办道啊，成道啊。
哦，精神感人啊，你看。哦，见证啊，见证道的道真理真天命真啊，道的殊胜，天道的殊胜。车祸破脑成功啊，你看诚心感动天啊，道亲前贤们呢要帮他叩求慈悲托。重重要的是他办修办道很诚心啊，很重要的人才。你看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秉性是遗传，习性个性是业力啊。你看人家流氓求道后都会改良，灰轮的灰可能是那个花灰的灰，灰棒空啊，灰棒不要落空，那灰，花灰的灰啊。你看伦理班里有提到某流氓哦，求道后会改良哦，所以你看天道的宝贵殊胜啊，修道啊让人。改过向善了、啊。是应该前六世，不是只有第六世、啊、前六世当然包括第六世啊。前六世包括第六世啊，心意识你看八七六，那个六是一到六，心是第八世阿赖世，意是地根，第七世莫那世，第六世意识，第六第七世修行从第六第七世下手，第七世的执着，第六世啊。修成妙观察智，第七世要修成平等性智，第八世要修成大圆净智，六七因中先转，五八到智果，到了果地才会圆满。六七因中先转，五八智果乃圆。求道，你看先天榜挂号在地府抽入，
还有曾经在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读经状元评鉴会考，成功大学。印那个印，只取一根性啊，分为六合成。你看植物的根啊，植物的根，看了容易帮助我们了解领悟。从一根人哦，分为六合成，就想到六识啊，想到从一根主根，然后再长出六小根。实际上啊，大根到小六小根之间还有转换的，所以有八七六，有八四啊。佛经早期都讲六识，后来就讲到八识。也有人说九世，也有说十世，八世的比较常见的。第八世阿赖世，第七世摩那世，就是一根。前六世就是一到六，第六世就叫意识，然后呢，眼耳鼻舌身世，然后第六世意识这样。所以八七六就是心意识。心、意、识，心经不是都说无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眼见而知无意识见，他用到很多无啊。怀远老禅师哈，2014年已经100岁了。还有老禅师说，无不是没有，而是一种突破。无不是没有，而是有的突破。苹果啊，苹果的邮票，花瓶设计平安，那哪一年呢？我看不出来。修行要净身口意，净化身口意才是三宝，没有净化就不是宝了，会造十恶业。要修行说，净化身口意三业才能
变成十善了。那佛宝天的三宝日月星，地的三宝水火风，人的三宝精气神，道的三宝关节印。没有到了三宝就众生难度了。明师开玄关了，点玄关了，开五凤手，啊，赶快得求三宝，赶快求名师指点得三宝。世间灾劫频传啊，人生无常啊，要超脱生死轮回，要名师指点啊。上天慈悲，有降大道可得啊，要啊赶快得三宝啊，得名师指点得三宝啊，参加修行啊，先得后修，要修行啊，净身口意三业啊，要吃素修行啊，净化身口意三业啊。断恶修善啊，净化身口意三业啊。总比造恶业好啊！还有地球有这个毁坏的一天呢，所以要回到故家乡，灵性的故家乡啊，无极里天啊，要先修炼啊，修炼身口意要净化，身口意要净化，要得名师指点，才有下手的功，下手的地方啊。正心无意引为恶意，恶意动机啊！心念发动启动，能够马上觉察，就需要名师指点开窍门啊，才知道那个念头发端的地方啊，才能正心无意引为恶意，恶意动机啊！下功夫才有一个下手处啊！下功夫的知道下手的地方。要修三宝啊，白色的反光啊，在网路搜寻啊，拍一下 QR code。三 D 的一年，拍一下 QR code， 三 D 的一年，拍一下QR code， 连接他们的网站。这里也有 QR code， 要赶快得三宝啊！天有三宝日月星，地有三宝水火风，人有三宝精气神啊！到了三宝关觉印啊，要有求名师指点得三宝啊！名师指点开生死的门户啊，灵魂之窗啊，知道了吗？要开灵魂之门啊，名师指点开灵魂之门啊，然后传无字真经啊，传手印啊，
摩门教徒以后，在大学休学以后，自愿自会的来到台湾两年了，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福音了。他叫摩门教徒，很热心的，有人跟他们来往，要学英语啊。学英语啊，跟了谁有缘就赶快学习啊，跟谁有缘就赶快学习啊。无相念头，还有一个无相念头，无相念头应该就是实相念头。休息要注意身体健康，保护心脏肝脏，要核桃啦，核桃啦，核桃菠菜茼蒿啦，核桃菠菜茼蒿黑芝麻，黑枣呢，黑色食品，黑木耳呢，帮助肾脏呢，黑色的核桃对肝脏也有好处呢，肝脏、心脏。吃核桃也可以防失智症，防老人失智哦。要允许那个老人唠叨说话了，啊，唠叨说话，舌头也在动哦，说比较不会失智啊。那也可以做那个舌头操哦，舌头转动，顺时针转动，逆时针转动。舌头舔上去，舌底上颚，还有舌头舔上面的牙齿里面外面，舌头舔下面的牙齿里面外面，那还有什么动作？伸舌头，伸舌头的动作，防老人失智症就是要也要做舌头操。